季星，大伙儿人呢？吃饭了。赶紧去找老叶，把这交给他，告诉他勇气。勇气啊！季星，我把这给你。口令呢？哦，他让我跟你说勇气。把这个给李小河，告诉他智慧。口令呢？智慧。去天台，找张卫一，告诉他坚定。 坚定，走吧，咱们去找池哥。你记住，最后一个口令是自由。交接完毕。口令：勇气、智慧、坚定、自由。这句话是咱们飞驰车队的口号和精神，包括刚才给你的四样东西：扳手代表技术，硬币代表资金。 报平安，象征着平安，还有就是你手上这个盒子，打开看一下吧。这是为你新人赛定制的全新赛服，全新的人体工程学科技。是给我的。是啊。他不赶紧试试啊？孩子高兴傻了都。嘿。哇。哇。 刚才交给你那么多，这个也交给你了。流淌着热血，速中穿梭追逐的餐饮，无所畏惧才能超越自己。有多少失恋都痛快迎接，释放着梦想光芒耀眼。 期待着勇者最终的对决，抓紧了渴望已久的机会，带着梦想勇往直前，突破极限。2019款 Polo 赛道版，2.0 T， 400匹马力，550牛米，人送外号小钢炮。大大小小也陪我参加了不少比赛。 光 CCRC 就参加了4届，现在把它交给你，以后你们一起驰骋赛道，夺得冠军。你目前训练非常好，新人赛还有10天开始，加油！弄什么？不赶紧上去呼应一下？挺好。